狗哥，狗哥，纠结啊？还在纠结啊？还在纠结。没人会捞咖喱了。没有了。没有。已经没有了。哦、他们有可能。他们派克特啊，看见没？对，派克特和咖喱两个选一个。我觉得那大几率是派克特。唱完就开派对联盟，请注意，想吸纳谁就给他打电话，沟通入盟意向。黄旭小白，是不是可以打一个？他会打给我吧？我觉得，旭哥哎，说实话，我都不好意思进别人联盟，这不连败两场。Hello， 其实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嗯，你觉得新疆说唱 flow 谁最厉害？你要让我说真话吗？真的。我觉得你最厉害。我觉得你最厉害。哦，是的。我的这个虚荣心已经被满足了。前提是你没碰到我的时候。垃圾。爱你，特别高兴你给我打电话。其实我还蛮期待我们三个要是在一起合作，我觉得就会层次上特别好。可以啊，你考虑考虑。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嗯。这里太闷、太挤、太无法呼吸，赶紧把我救出去吧。好，赶紧这个。没，毕恭毕敬，现在要出来了。OK， 先掉了。导演，我们打完了，有没有人要打给我们？哎，你们有人选了吗？我们刚打了两个电话。啊，其实第三个电话我就等你打给我。哇，你这么自信，就相信我会打给你？没有，我不是自信。是西部列车的感情啊。那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刚想了一下啊，我最多能给你打一个，然后我还可以给狗哥打一个，反正你考虑考虑我吧。啊，好的不，西部列车。哎呀，旭仔说到了我的心里，那是我们的童年呐。所有通话全部完毕。Sorry。说唱刘德华，嘻哈吴彦祖来了。我操，这里面真的是闷。我跟你说，这里面真的是闷。幽闭，幽闭，是不是感觉很不错？哦，幽闭了，幽闭。你看，开完唱完就要去开派对，派对员，派对在我家。就首先大家是好兄弟嘛，就肝胆相照的时候，我跟 T 就互选。我们三个主要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默契度了。对，恭喜 TT 成功加入，唱完就开派对联盟。回去。Welcome back. I'm back. 坐。